每一个人的天分都不同，个个小朋友出来都有他自己的天分的，但是你慢慢发掘，那么父母可以做的是这么多，他们到最后揀什么是他们去揀。音乐在一个屋企里面可以扮演一个很好即是很重要的角色，通过乐器去沟通带来很多欢乐的。史云信护法中心呈现 Home Sweet Home， 郑丹瑞、叶泳诗等等等等，星期六晚10点，100台 Now 香港台。